导致高尿酸血症的原因有哪些呢？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遗传因素，另外还有就是肥胖，还有就是高糖或者是高脂血症，也就是说糖脂代谢紊乱，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摄入过多的高嘌呤饮食，还有呢就是一些那个药物的因素，有很多药物它是会抑制尿酸的排泄，导致高尿酸血症的。那么我们导致那个高尿酸血症呢，它的原因呢，主要是分为三个类型，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合成增多型，我们体内的那个合成代谢增多了，那么导致我们的那个血当中的尿酸沉积过多，另外一种类型呢，就是我们排泄减少了，那么这也是一个途径哈。如果说我们排泄的尿酸，尿里边的尿酸丢失，排泄减少了，那它也会多余的尿酸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血液里边，导致血当中的尿酸。